这个面包我是最喜欢吃的，我一定把它吃到手。嘿，哦不，为了吃一口面包啊，还有人踩我，不会摔碎吧？哇，这什么？哇，刹不住车的呀，这个太快了，太快了！直接塌了，这边直接塌了！哇，一条鱼引发的事故！大家好，我是百奥海职员，今天我是这条小鱼，没错，我是条小黄鱼，好开心的样子啊！哇，旁边就是我的三位小伙伴呢。今天我们玩的这款游戏啊，叫做 I'm Fish， 我是一条小鱼。其实这游戏啊，在很早的时候啊，我就想玩它的测试版，但是那个时候呢，我没有赶上啊，所以说我没有玩到它的测试版啊。不过无所谓了，这一次这游戏的正式版已经出了啊，并且还是有中文的，非常不错啊。那这款游戏的简单来讲呢，就是小鱼们的冒险吧。其实这个游戏呢，是讲述了一条小鱼变成人的故事，变成了一个叫做宝海纸鱼的故事。没错，这个游戏就是我小时候，算是我的自传吧。面包啊，哇，这什么面包会动的吗？这面包好恶心啊，什么东西在蠕动啊？还两块啊，他们没有发现这面包会蠕动的吗？Just a sausage roll, thanks. Oh, I insist. It's on the house. 免费了，这老板是知道这个面包有问题吧？所以免费送了。哇，你也敢要啊 ？Some of that specialty bread. I'm sorry, we're all out. 哦，那个面包是特制面包，所以会动的。我好奇他们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个面包会动啊 ？Don't let that go to waste.I have a pet shop just down the road. I bet they'd love. 把掉在地上的脏面包给宠物们吃啊！哎呀，你们怎么这么脏的呢？给宠物们吃脏东西啊！面包掉地上擦一擦也可以吃啊！如果是我的话，我直接塞嘴里了。哦，宠物商店。啊，这个就是我。I have a treat for you all. Enjoy. 哦。口感非常好啊，小鱼们都爱吃了。哇，这个面包吃的也太多了吧，直接喂肥了，把小鱼们喂肥了就可以上餐桌了。哇， you all really like that bread, eh? Well, this is the last of it, so you all better enjoy. 这个面包真的有那么好吃吗？我也想尝一尝哎。哦，开始了，耶、yeah, ！我是这条小黄鱼，其实我这应该是鲸鱼吧？啊，想面包，想面包，吃面包。还有我的小伙伴，你想吃面包吗？我这个朋友脑子有点问题啊。还有吗？还有小面包吗？哇，这边好多小面包啊！鼠标的右键是向下游，左键是向上游啊。哇，感觉这个操作还是有点小难度的。这里还有块小面包。好，全部吃完了吗？没有了，全被我吃光了。我的小伙伴肚子已经饱了，他们不需要吃东西了。哦，还有一块啊，该谁吃呢？哦，这是河豚吧？哇，这什么鱼啊？鸟鱼啊，会飞的，飞鱼吧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恶魔鱼吗？还是什么恐龙鱼？就我最正常，我是一条鲸鱼，是吧？啊，干嘛呢？都躲起来了，玩捉迷藏吗？哦，好像是真的玩捉迷藏哎。啊，有人来了，被抓走了。玩着玩着就不在了，哇，全部都被抓走了，就我活下来了吗？主角光环呢？就我没有被抓走，我可是条鲸鱼哎，我浑身都是金子，我应该比他们都值钱吧？他们为什么不抓我呢？就我一个孤零零的在这里哦，哇，好孤单，朋友们都不在了。
关卡一哦，哇，这么大的地图吗？看来这个游戏还有很多关呢。从第一关开始，海洋的召唤，我们要去海洋那边啊。但是朋友们在海洋吗？哎呦，怎么了？鱼肚皮向上是死了吗？哦，没有，他睡觉啊。鱼睡觉是肚皮朝上的吗？换地方了，这鱼缸怎么是圆的呀？哇，这个就是老板娘吧？她给我倒了什么东西？鱼饲料吗？哦，出现了幻觉，把 照片上的鱼都看成了自己的朋友，很想念自己的朋友啊。我的朋友到底在哪里呢？哎，真的有这种鱼缸的吗？圆形鱼缸啊？有谁会造这个圆形鱼缸吗？感觉跟仓鼠一样的。啊，这个鱼是有智商的呀，它居然知道圆是可以滚动的。哦，开始了，开始我的冒险了。小鱼开始往前冲，勇敢鱼不怕困难。哇，一条小鱼推动了这个圆形的鱼缸在那儿走，这很累的呀。哇，那边是大门，我要出去。哎，前面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什么？前面还有一条小鱼。哎，兄弟，你还好吗？兄弟，我该怎么下去啊？是从这边走吗？小鱼缸的惯性是真的很难操控啊。哇，我怎么下去啊？哦呦，我，哦，哦，可以了，还好，我正愁着怎么下去呢。嘿，小兄弟，嘿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他不是我的朋友，他是我的邻居。我们一起冒险吗？嗯，命运把我们牵连在一起，我们两个应该是一起冒险了。哇，看来我们以前的家还是挺不错的，住这么大地方啊。但是这地方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家了。哎，那个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是面包吗？怎么还有个小面包？还没有吃完的小面包啊。哦，我现在要出门了，走走走。哎，我觉得有点不太科学啊，这么脆弱的玻璃鱼缸去人类的世界冒险，一不留神就会碎呀，很危险的。哦，出来了出来了，冒险开始了。 I'm fish， 我是一条鱼，我是一条小黄鱼。哦，冒险正式开始了。而且这个商店开在什么地方啊？好奇特的地方啊，怎么会这么高？哎，怎么会这样子的？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，这个地方，这大门是在这里啊。这里有个电线杆，从这里面走滑下去。喂，呜呼，哦，下面还有人。哇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什么呀？哇哦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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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救救我，你们两个女士，人在聊天的女士啊，刚刚那个东西是存档点啊，那个金色的小贝壳应该是存档点啊。来听听他们在聊什么东西。我为什么能听得懂他们的语言呢？我不是一条鱼吗？我为什么知道这个语言是英文呢？我只是一条鱼呀，我的智商也太高了吧。哦，再见了人类们，我要朝着大海前进了，前面就是大海，金色贝壳存档点非常不错。但是呢，在前往大海之前，我必须得小心点，我的这个小玻璃鱼缸千万不能破。应该是走这里吧，这里有个斜坡。哎呦，哦哦，这是一个小沙发之类的东西，摔不碎的，可以了啊。这是个阳台。哇哦，感觉这里的小镇真的非常不错，非常适合宜居。哎，这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电线的呢？供我冒险。哦哦哦，脑袋都要撞晕了。嘿，女士，看见我了吗？我在上面，我在你头顶。来，看不见我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像是一个小水槽。哦，差点惯性甩出去了，到了别人阳台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哦，没有碎哦，哦，但是我看见我的那个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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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花丛是没事的吗？哇，我的鱼缸都已经碎掉了，好危险啊！上面有一个小面包，我应该是走错路了，应该是去上面的，但是怎么办呢？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路线？这里感觉也能走。哎，哎哎哎，太快了吧，太快了吧！
刹车啊，刹车，这不能刹车。纸箱子救了我啊。哦，我应该是从上面下来的，但是路线好像有很多是可以走的啊，要有一定的动力才。吓我一跳，我感觉走了一条不寻常的路啊。前面就是大海了，嘿嘿。哎，不对啊，突然想起来，鲸鱼是啊，哎呀，哎呀，我不能呼吸了。突然想起来，这个鲸鱼应该不是深海鱼吧？鲸鱼应该是比较娇贵的那一种。哎呀，走这边，走这边。哎呦，小心点！这鲸鱼也太强了吧？有小花丛，可以，就点有了。接下来是要往下面吧？下面有花筒吗？哦，有的，有的。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布，这个也不会碎的啊，可以。我直接被压了，哇，直接被碾死，哎呀，又带我飞了一程。嘿，前面有个面包，哇哦，这马路中央居然有个面包，这个面包我是最喜欢吃的，我一定要把它吃到手。哎呀，好危险啊！但是富贵险中求。为了吃一口面包啊！还有人踩我，没关系，我这个鲸鱼的命是无限的啊！重生之鲸鱼的冒险，鲸鱼过马路，走走走走走，快快快快快！哇，他们也不懂得让一让呢，也不懂得让一让我这个小鲸鱼。耶，到了吧，到了吧，应该是下海了啊！这人类眼不瞎，肯定能看得见吧？嘿，前面走来一个人，哎，他装作没看到吗？这边应该可以走，我这边直接掉下去吧。大海，我来了！耶呜！你做到了！我拿到了一块面包，一共有五块面包的嘛？我怎么什么都没看见？不对呀，我是拿到了两块面包啊，怎么拿到了一块面包？奇怪啊！不管了，继续冒险。面临的难题，我这个鱼缸该怎么弄碎呢？弄不碎呀，我下不去呀。人类被人类发现了，好像一个小孩子要把我带回去了。一条鱼而已，被爸妈发现了又怎样？又不是猫猫狗狗。第二关了，本来是在这个地方的，然后我跑到了大海那边。哇，这个人把我带到很远的地方去啊！第二关是他的家了。小小的挫折，我大老远的从鱼的商店来到了大海里面，你现在又把我带回家。做鱼真难，下辈子要不投胎成人吧。我想好人类的名字了，叫宝海纸鱼。那个小孩子把我放进了他们家的阁楼里面。话说那个小孩不给我换一个鱼缸的吗？明明知道圆形鱼缸是最危险的。记录点，这阁楼满是灰尘的。那边下面有个记录点。还好还好。哇，这个光好炫啊，眼都要瞎了。小面包在跳，我看到了。有没有机会找到五个全部的面包呢？我真的很想尝一尝这个面包是什么口味。哇，鱼肉味的面包。是走前面这个地方吗？这应该是阁楼的入口吧。不是这里。谁来救救我啊？重生之后怎么还有面包的呀？难怪之前我明明收集了两个面包，可最后只有一个面包。这个不科学啊，你还得再重新收集一次，这也太累了吧。但是我环顾一下这个房间，明明只有这个入口啊，这个梯子应该是跟随着这个阁楼的入口可以下去之类的吧。一般来讲阁楼都是这样子的。这个梯子我能推吗？我试一下。可以的。哇，有这么大力气啊。我直接滚下去啊。出来了，记录点啊。还好前面有个挡板啊，不然刹车都刹不住的。再见了，救我的那个小伙伴，也不算救我，那真是个坑呢。我明明已经到大海了，你还把我捞起来。哇，这里也太难了，走独木桥啊。还好前面有个记录点，不怕不怕。哇，去哪里啊？应该是下去吧。下面有个蹦床，我看到了，这个蹦床绝对不会让我摔碎的啊。
哇，掉进了这个小池塘里面。哇，我的那个鱼缸不在了，我要不就生活在这算了吧，感觉这也挺好的。呜耶，哦，一块小面包，这里有个小面包啊。哇哦，吃到小面包了。前面有一个这个东西啊，有个排水管道。哇，细小的管道要把我带哪儿去呢？哇，这是下水道吧，感觉要被冲向了粪坑了。哇，好长啊。哇，哦，这是下水道啊。哇，这个下水道好那个的感觉啊，就是很有科技感。这什么下水道还有这样子的。哇，还有垃圾，越过去。哇，好多垃圾啊，这里都是脏水啊，就像空气被污染一样的。我不能在这里待着，很脏，我感觉我不能呼吸了。跳过去啊，走哪边呢？那边的管道是出来的，然后这边的管道又被吸进去了。走啊走啊啊，这地方是走不了的。我看到对面好像有一个洞口，哎，应该是往前面走的，往前走是没有错的，但是这个地方很难跳啊。冲啊冲啊，哎呀，是不是要升一点，然后直接跳过去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原来之前是深度不够啊，你要跳得高深度就必须够深。往这里走。哇，第二次进入下水道了吗？更深了，哈哈，前往更深的地方，直接是粪坑了吧，这次应该是直接到粪坑了我感觉。哇，这哪里啊，这还不是粪坑啊，这么多下水道的吗？哎，哦，应该是往这边走，再次往下走啊，这得到18层地狱吧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哦哦哦哦，哎，我应该是跳到这里面去吧。哎，有谁帮帮我。哦啊，重生就直接来这里了。哦，这好像是我的新鱼缸。哎，之前的鱼缸是圆形的，可以滚动的，这一次是直接一辆车了吗？哇，小推车，我有车了，观众朋友们。哎，我这个小鱼缸应该是前面这个人的吧，他好像没有发现我了。我走了。哎，哦，他发现我了。啊，哎，他好像并没有发现我。没事没事，他只是听到了点动静，但是他并没有发现我。这里的人类怎么都眼瞎了呢？走喽，去哪儿呢？啊，他来了。走哪边？应该是走这边。快快快，哎，他卡住了吗？哎哎哎哎哎，好像不是这里，走错了走错了。啊，他直接一脚把我踢开。不应该往右边走，右边是上坡路，应该是直接往前冲。来来来，有本事追我呀。人类不是应该跑得很快的吗？就我这条鱼你都追不上啊。来来来来，追我来追我。哦，这是他的水桶啊。你这水桶为什么长轮子的呢？咦，走路走路。哦，这人类终于开始跑了哈，我以为你不会跑的呢。去哪里呀？路上有很多的小石子，千万不要翻车了呀。快一点，快启动油门加足。啊，他要追过来了。怎么搞的啊？你说怎么搞的？我要逃命啊，不能被人类抓住。哇，冲冲冲。哎呦，怎么这么多小石子的呀，这挡我路呀。快快，就在后面。这人类也是真的笨的，你先往前扑不就好了吗？我是什么东西？我是条鱼啊，你看不见的吗？冲啊，冲向自由，冲啊，前面是小河，我来了，自由。你做到了耶，拿到了2块面包。第三关在这里了，是一个小池塘，最终目的应该也是要回到大海吧。自由之桥。哦，这就是之前的那个小河，还有人在做运动啊。
这是什么运动呢？啊，瑜伽吗？哎，我怎么知道他们这个人类的运动呢？真好奇怪啊！我应该什么都不知道，可能我智商太高了，我注定成人了。这可能是我变成人的劫难吧。我马上就要修炼成人了。哎，这不就是之前的那个人吗？嘿，老头子你好。My poor bucket. 你哭什么呀？水桶坏掉了，你再买一个不就得了吗？你哭哭啼啼的，大男人哭哭啼啼的，真是的。哇，这河里怎么都是垃圾啊？哇，全是垃圾。哦，往这里走的，怎么又是管道啊？我又要去管道里面了吗？哦，喷泉的，哦，喷出来的。哦，哦，还有这样子的吗？哎，有个记录点。哦，哦，我以为我要死了，原来这里有水的。这里曾经下过雨吗？怎么水槽上面有积水了呢？哎呦！啊！救命！啊，这里有鱼缸。哎，嘿，你好。哦，这我们两个人一起冒险了吗？哎，小兄弟你好啊，呆呆的样子，你应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吧？来吧，没关系，我救你出去啊。哇，前面有记录点。走走走走。哇，这个玻璃是真的耐揍啊！啊，这样都不会碎的。哎，前面这个门应该是打不开的，这扇门应该是直接可以推开来的吧？怎么会有声音？有人在弹钢琴吗？应该是收音机。哎，这走哪边呢？啊，有猫，有猫的脚印。这里不会有猫吧？小猫咪，不要吃了我呀！啊，小面包，我看到了。猫咪不吃我，我就吃面包。或者你吃我旁边那个同伴也可以啊。前面有记录点，应该是往前走。冲啊！我旁边的兄弟，你也帮帮忙啊，出点力呗，我都累死了。哇、哦！哎哎，小心小心小心！停停停！哎呀，走这边！哇，这是一场非常奇幻的冒险呢、啊。我这个小兄弟一定很懵啊！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外面这是哪里哦？你是谁？你一定要带我去哪里？走走走走走，冲冲冲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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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都怪你，就你跳的最欢，都怪你啊！真是的，要不是我有重生技能，我们两个人指不定就死这儿了。走吧走吧，别乱走了啊！跟着我的步伐一起走，我走左边，你就别走右边了啊！走右边。好的，咱们步伐一致，就能一起奔向自由。哈哈，不会又要过马路吧？感觉又要过马路啊！呀，停停停，停下来呀！你，哈哈，要不你别动了，你别动了啊！我来，我来，别再搞事情了，别再搞事情。哇，这个地方太难了吧？哦，施工现场的路是真的，哦，弹起来了，我还以为要走侧边呢。不过还好，前面有个记录点。哇，走哪边呢？应该是去前面吧。冲！哎呀，车来了！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过马路前一定要看看周围有没有车。哎哎哎哎哎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可以了啊，这次配合的不错啊。晃晕你的脑袋，哈哈，把你脑袋晃晕了。哎呀，我这鱼缸已经裂了，我这鱼缸已经裂了，千万不要全部裂开来呀，不然我们全都得倒在这儿下去。我摔碎吧。哇，这什么？哇，刹不住车的呀，这个太快了太快了，哈哈，这完全要碰运气了。哦哟哟，千万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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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你自由了，小兄弟，你自由了。哇，这个光，我就是一条神圣的鱼，感觉像天使一样的啊、哦！好了，小兄弟啊，这个怎么说呢？咱们就就此分别吧。你在这里呢，就好好生活啊。希望你以后呢变得聪明点啊。我走了，拜拜。啊，不会吧，又要去下水道？这个地方要对人类世界说拜拜了，我要奔向大海喽！哎呦，哇，这什么轨道？
啊，这是直接喷出来的呀，我以为要走了，难道说有一个是正确的路吗？喷出去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希望这个是正确的路啊。哦，这个是真的。哦，哎，不对呀，这个啊，哇，我没死，前面有个小鱼缸，快快呀，哦，我掉进去了。哇哇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个玻璃瓶吧，我刚刚在临死前跳进去了就活过来了，哈，哇，这个很难操控啊。嘿，有人看到玻璃瓶里面有个小鱼吗？帮帮我，把我扔进大海呗。嘿，看到我吗？哇，他直接踩上去了。哇哦，真的是往这里走的，有进入点。呜，好高啊这个地方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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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哎，哇，这个也太难了吧，这破瓶子是真的难操控啊。转弯转弯转转转转转，嘿嘿，可以了啊，哈哈。哇，这真的是大桥啊，应该是高速公路吧，连接着两个小岛的啊。这个地方没有护栏的，一定要小心，小心再小心。哎，哦，吓我一跳！哎呀，哎呀，这个瓶子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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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怎么回事？什么东西塌了？感觉，冲啊，冲！哎，真的很危险呐、啊！还有这样子的，慢点走，慢点走，小鱼鱼慢点走。哈哈，这个施工保护不够好呀，天降惊喜啊，这。哎，这怎么下去啊？哦，这边这边，走这边，走走走走走，走喽！拐弯拐弯，哦，顺利顺利，到了到了到了，有记录点，哦，太棒了！大海我来了，又是一个记录点，直接冲啊，直接冲直接冲。哇，这个地方好长啊，调整方向，哦，太惊险刺激了吧。哇，前面还有个记录点。哇，不是吧，这也太难了吧。哦，那边有个面包。哇，这个地方怎么会有个面包啊？为了吃一口面包我要冒险了，这是一条不归路啊。话说前面就是大海了吧，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跳下去就可以了？怕什么呀，对不对？临走前先吃口面包吧。小面包我来了，喵喵喵喵喵，隔着玻璃怎么吃到这个面包的呢？哦不，哎，差一点点，弹弹，我弹到海那边去。这里感觉有很多条路可以走啊，我直接走前面吧，前面应该会比较快一点。哈哈，顺利，我现在已经是老司机了啊。耶，再拐走这边吧，虽然不知道走哪里，能走的路就直接走。哎呦，我吓我一跳。哦哦哦，我直接塌了，哈哈，这边直接塌了。哇，一条鱼引发的事故啊。哦，可以了吗？啊，摔碎了。哦，直接蹦向大海。哦，可以了，耶嘿嘿，算是到大海了吧，好开心啊。但是我的伙伴呢？哎，我的伙伴在哪儿呢？哎，伙伴也在这儿吗？哦，出现幻觉了，好想念我的小伙伴呢，他们究竟在哪儿呢？哇，金鱼哦，闪闪发光啊。哇，还有这样子的，这金鱼的反光太强了。金鱼发现了自己的能力吗？纵身一跃变成了第二个小太阳。哇哇，被人发现了可不好啊。哦，换其他的鱼了，金鱼的话一共有三关，那这样的话我其他的小伙伴离我非常非常远的地方啊，然后每一条小鱼的最终目的呢，应该是要
跑向大海，那么鲸鱼的这一个小鱼已经跑向大海了，所以说我们要在原地等待着小伙伴的到来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操控其他的小鱼，其他三个不同的小鱼再一次经过多重冒险来到这边大海和鲸鱼汇聚。好吧，那要不咱们今天的这个游戏就先暂时玩到这里吧。这个游戏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很有意思。鲸鱼的冒险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，接下来有三条小鱼可以选，你们说玩哪条小鱼呢？一个是河豚，一个是恶魔鱼，还有一个是小飞鱼，玩哪个比较好呢？好了，那本期的冒险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视频再见，拜拜。